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昭聚焦。呃，再过四十分钟吧，按照规矩说，他的审计报告就要开始了。那先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呃，我们能够在他公布报告之前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资料，是一种背书的资料，省了有些朋友本身呢会感觉很那个，就说期待的跟那什么会有会有冲突。呃，坦白说，亚利桑那有点儿。 低调啊，说实话有点低调，在一些相应的媒体当中，也可能跟这个主流媒体封杀有关，也可能他们故意做成这样的低调。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如果在他审计中出现这个出现刑事罪，就是确实找出来他们故意犯罪的，那这个东西呢，所有这些犯罪证据都转交给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 就是由总检察长去负责处理最终他们所发现的所有有关犯罪行为的内容，呃，这个概念就就是那有人就会蹲监入狱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范恩在强调的就是他不想推翻，他没有任何意图去推翻选举结果，他之前也没有任何意图去说要废掉2020年美国大选当中。 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选就选举人票的这个最终的认证，他也没提到废掉。他说这不是参议院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看到参议员本身呢，有些已经呼吁要求废掉了。比较比较比较突出的就是温迪罗杰斯，温迪罗温迪罗杰斯，他收集了将近一百万。昨天在昨天的白天。 他收集到九十八万七，九十八万七千张这个签名，就是要求废掉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这个选举人票，差点一百万。那差点一百万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呢？呃，我不知道在亚利桑那州总选举人票数是多少，就总总体的选民票数是多少？三百万、两百万、三百万、四百万。 啊，马里科帕县是二百一十万，马里科帕县大概占了他全县的百分之七十，我印象中百分之七十，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是三百万张票，他收集到一百万签名的话，那就是三分之一了，这个数字是蛮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家注意到比较飘忽的，就是比较飘忽的问题。另外一个审计本身呢，他强调。 凡强调就是对这个信心恢复选民的信心，因为在亚利桑那州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对选举没有信心所以这是他的目的啊，这是他的目的。而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的主席，他却说呢，他认为呢，审计今天审计的结果的公布，是整个审计过程中的刚刚的开始。